放菜饭，放不？一口，这是一个新造词，生产局是破坏的行为，为生态保育或环境保护所做的生态不服从主义。那个时候呢，全球兴起最大股的1990年代、80年代，就兴起什么呢？像地球第一，像 Greenpeace， 如何？像什么啊？你们彻查。我们就怎么去绑在那个书上，我来啊来啊，被彻查来啊，有材料你给他记登啊，哦，他们去卧在铁轨，然后那个动物试验很混蛋嘛，那个我还有也被告啊我，你们知道那个狗啊，用电极，电电电啊电电的电一下，狗就叫的，电力更加更大，狗就叫更大声，加到一个最高极限，狗已经叫到不会叫，接下来再电它，狗连叫都不叫，一动都不动。有没有那个叫什么试验？这个是小 case， 对动物的这种试验那是极尽之残忍。还有对人啊一样，你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怎么样用那一种人体肉这个工厂下去做的这个东西啊？那在那个时候呢，西方兴起的一个反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甚至于不惜违法，而且使用暴力。那这一套东西就是 ecosystem， 它的伦理依据就是 civil disobedience， 所谓的不服从主义。那这一类的有它几个基本条件，第一，就是说某一个人，人就代表 P， 做了一个行为，做了一个 action。目的是为了试图停止阻挡某一些会伤害损害生态环境的事物，比如说这个人去恶鬼去阻扰林务局砍森林、哦、他是想要批这个人做了这个行为。第二个条件，这个人的动机是出自宗教或道德的理由，他是为了某种宗教或道德，比如说我为什么认为我们要出来抗争，我认为那不道德嘛，那违反公义嘛，那就是反道德。为什么这个政权我们要把它推倒，他为怎么样的剥削人民，为什么我要去抗争森林，因为台湾的整个生态体系要瓦解，水土不保，所有森林涂炭，不但是生态的问题，也是伦理的问题，道德的问题。那这个行为这个动机是根据宗教或道德的。第三个条件是这个行为本身是非法的或违法的，譬如说那个做动物实验的，你知道那个地球第一怎么去做吗？拿炸药去把他们的整个实验室炸掉，放火烧嘛。然后呢，你抓不到，你抓不到，你安怎？就是这样。然后第四个条件，就是这个行为是以非公开的方式，第四个条件是非公开的方式。你们不用记了，把那个给你们的书里面《彻谈人间佛教与生态伦理》那一篇拿出来看就有了，反正书又寄回去了、哦、好，那这四个条件，这是因为西方的逻辑，所以必须要写得这么清楚。第一个，某某人做了一个行为，他的动机是基于宗教跟道德的理由。第三，这个行为呢本身呢是违法的。第四，这个行为本身是秘密的，偷偷去做，这个就叫做 ecosystem。OK， 好，那现在呢，我们不必要管有没有怎么样，譬如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要做这些事情，要经过至少11条立法的检证。比如说，我现在环保团体，我要去做放火烧山的事，不是放火烧山，我要去烧掉总统府，对不对？
那我要经过11个检查，至少第一，我这个破坏行为会不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朝向更公平更美好？如果答案是 no， 那我不应该做。OK， 好、哦，哎，不是说哦，你感觉哦马英九不好，你就要把总统府烧掉，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破坏行为会不会让社会导向更公正、更美好？这第一个问。第二，这个行为的目的是否为社会大多数市民所认同？这就难，这在台湾就行不通，因为台湾被教得很笨。你知道为什么？刚才已经都解释得很清楚了。第二个，也就是说，我这个行为做出来，为什么必须要做违法？西方不是最强调守法吗？为什么西方要产生去做违法？也就是弥补宪法不足，弥补法律不足，为创造人类社会还没有存在的善良跟美德，才有这种行为。那么，所以第二，这个行为的目的是不是为社会大多数市民所认同？如果不是，只有一两个给你赞同，你还去做啊？第三，为达成该目的的手段，它的正当性或争议性如何？如果你要用生化战剂来怎么啊，那太过分了啊！所以这个第四个，你要抗争的事物，它的不公不义的严重程度如何？你不要拿鸡皮狗算事，也要这样抗争啊！啊，第五，这个事物要被纠正的急迫性如何？啊，这不现在要紧吧？马来要用你啊，你也不要那不是，是已经到达这时候，已经某种急迫性。比如说开矿的事情已经要开了，那我不得不炸。第六个，是不是其他手段你都试过了？如果说都试过了，你知道我在抢救森林运动的是怎么样？开始写文章，写文学的，用柔软的，开始讲道理的，演讲的，然后呢，请愿的，拜托啊，政府啦，没有人甩我，好了，再来啦，辩论的，再来啦，走上街头抗争的，再来啦，当然接下来越来越激烈了，是不是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我所有想过都试过了。第七，这个破坏的行为对执行的人，个人或社会付出的代价会不会太大？哎，这不是幸灾者呢，这个衡量。第八，这个行为是不是引发人们对法律不尊敬的程度如何？你还要考虑它的后续反弹效应。你不要一个东西做下去，大家都不守法了，那完蛋了。那你原来出发点是好的，却引致社会的大混乱了。第九，这个行为的暴力程度如何？哎呀，我们不要那么暴力嘛，顶多像小丸子的程度就好了嘛。啊，小丸子是有一点小坏而已嘛，对不对？啊，第十，这个行为的有效性如何？第十一，你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引起反弹？也就是说，哎，这些检证标准为什么要做去违法、做破坏，甚至牺牲自己？这是为了缔造社会还没有存在的善，它是出自良心、道德、信仰的动机，用来对抗不道德、违宪的现在法规还没有定好的东西啊。还有，现在人类一直没有定法的，像现在的这个环境危机的问题就是这样。你知道美国是最可恶的一个国家，他一直在阻挡着全球的，像从京都议定书到现在，当时奥巴马出来的时候，大家还对他有一点寄望。奥巴马啦，在美国的台湾人都叫他奥巴马啊。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现行法规还没有规范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全世界环保做不好？很简单嘛，因为做坏事的最大刽子手从来不会遭遇到任何处罚嘛。你任何人做什么坏事，有法律制裁。你现在破坏地球最严重的，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处置。
安好，没有问题。因为家乡的灾民，如果破了不是闹声，破了是一种散开来的，他还在轻轻锵锵，就代表，哎，也不是的，白呛死了，那公鸭啊，拜托你不要再造神。所以执行者要以更深邃的智慧，牺牲小我的勇气，付诸违法的破坏性行为来自我承担呢。杨千玺话，你不是黑白做的，你看你看那电话，你看国民党不爽，你就把公共电话破坏，这样让这一口水不打击啊。不是啊，拜托你，不是这样啊。这等伦理的程序完全要看我们的文化背景风潮啊。各位，我在1990年就想要这样做，我那个时候也在衡量，因为我写这个文章介绍啊，当我公安的责任是什么，因为一直被缓和嘛，啊，缓和最主要台电嘛，啊，台电但后面也的嘛，然后你知道呢，啊，我算不对啊，拜托，我打算怎么做你知道，我要研究过，假设我违反公共危险罪，以我初犯，哎，现在快不点了，以我初犯的人来讲，我大概，哎，花钱还可以来。那初犯呢、啊，大概是判啥呢？三个月，得科艺罚金，知道不？一般是这样嘞。我们都先请法律的人都已经研究好了。啊，检察官会起诉的文章我也都写好了。先拿麦克风。然后呢，所有的程序我们都已经弄清楚了，很多人就好，准备好，支票也准备好了，文宣每天我要发什么新闻稿，我也都准备好了。然后我要开始做了，我要做什么呢？我要选择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请那个拖拉机用那一种那个什么吊车啊，缆车什么缆车，现在工程有的哦，可以吊到100多楼都可以哦，把我吊到台电的那个大楼上面，然后把我悬挂下来在台电大楼，隔天早上，哦，那个大楼上面有一个人哦，啊，而且怎么样？哦，在那边散发标语，同时呢，把很大的布幕，缓和就是为了缓独裁，缓和就是道德，缓和就是公益，啊，什么什么，反正 anyway 竞赛了啊，标准的，哦，媒体就报道啊，警察就来了要取缔，发现更值得报道的出现了。他手上握了5-6个手榴弹，随时很闲呢。来啊，你来取缔啊！来啊，那怎么办？哦，太紧张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呢？很多记者要希望掌握住爆炸的那个瞬间的镜头，对不对？所以24小时随时大家都在注意我，有没有？好，坚持。等到第二天，我就发第二份新闻稿。然后媒体来访问，好，现在可以，我指定哪一个记者来对谈，啊，我就跟他讲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打算，啊，你说我有什么上个报道怎样，我在这里都可以给你更正，哦，反正不管如何，那么多电视台一定会有几个一直照着我。第三天给第三天新的主张，主控，哎，或者是指控，啊，台电怎么样怎么样，第四天怎样。撑看看看自己受得了受不了，已经快动不了了。第四天好，第五天，反正我算看看，1、2、3，媒体报道大概有156则，电视有24小时，乘以4天，96个小时，4个台，1秒钟大概算一算，我已经产生了总值32亿新台币的新闻投资额。好，我现在要宣布，我要引爆炸弹了。引爆手榴弹了，哇，更加那个，那警察也靠近了，打算用直接强制了，我就说好吧，我投降。啊，警察说啊，你手上那些手榴弹呢？啊，假的啦，骗你的啦。
哇，我就被抓了啊！我说不用再耗费社会成本了，来，这里有起诉书，来，这个呢，总共已经判决，这个我们也所有都杀盘都有够啊，这样顶多判两个半月，科一罚金啊6万块，那来这里支票在这里，你看看我用6万块，我买了32亿的社会教育价值。这个也叫 ecosystem。 那个时候我在想一想可以做，我后来衡量一下，想也会走火路。为什么？那个时候台湾环保运动有一个刘永龄爬上那个中油还是什么，你们记不记得几十年前这个故事？刘先生已经往生多久了？有没有效应？没有，还被污名化，还被丑化，那个社会还不成熟。30年前我评估过，嘿，今嘛来用这多好多细，变成我就是暴民。但是现在来做，我还得讲问呢，我问的呀，没有。那所以蔡志豪呢，蔡老师在有一天在跟我说，他要去国校，他要写公文，要打电话给校长说，你们学校那个升旗杆那个旗杆，借我们。这个把缓和的标志升上去好不好？往你念头，全台湾没有一个会同意你。你为什么要打电话去讲这？我告诉你，你只要找100个人，选择同一天晚上一黑风高，全部让全台湾1000座学校里面升起的500面缓和的旗，那不就是很耸动的吗？啊，你还要去跟他商量，你也可以排一班旗吊一只猪啊，不行，这样虐待动物，一只纸做的啊，你有些替代方案嘛，或者你自己也可以吊上去，这效应不是很好吗？你要做什么运动？补一点红酒爱情，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所有的行为的底层、深层的伦理的检讨以及。睿智的种种的花样的产生都可以，不要忘了是因为为了要更大的善，而只是用自己的牺牲作为一个前提，已经尿尿了。